现在要开始进入内心禅坐。不论您采用的是单盘或双盘，或是直接坐在椅子上，这些都可以依照您的喜好来做选择。但请把背挺直，并且不要靠着任何东西。想要在静坐这门功课对您产生更好的功效，让内心的定力与智慧都能得到更好的提升，那么在静坐的过程中，您最好尽量保持姿势不动，以便有机会在较大的感受中不断检验您是否能够与各种感受和平共处。任何一次禅坐的开始，最好在全身上下放松几次。现在请依照我的引导，用身心的放松来开始这一次的禅坐。先把心情放松下来，然后把头轻轻地往上顶一点点，好像要把脊椎拉直一般，但要注意脖子不要僵硬，要松巧。而后把注意力放在头顶上，想象头皮整个松下来，想象就可以达到，发挥你的想象力。接着把注意力移到你的额头，把眉头舒开，不要皱眉，想象眉头的压力向四方松散开来。注意力移到整个脸部，把脸颊紧绷的力量都释放掉，想象它越来越松，检验自己的表情，祥和而自在。讲到哪里，松到哪里，注意力放到两边的太阳穴，想象两边的太阳穴也渐渐松开来。检验您的脖子是否挺立而松巧，不要僵硬。想象脖子的每个关节都慢慢地膨胀开来。肩膀不要往上举，把两个肩膀一起垮下来，慢慢地沉下来。除了脊椎还挺立以外，不要让它负担一点点力量。想象两只手就像绳子一样完全自然地下垂，想象你的手臂到指尖每一个关节都松开，慢慢地放松开来。胸膛，想象整个胸膛都敞开，要喘就喘，没有关系，不必急着调息。当您定静到一个程度，气息自然越来越细，你只是想象将胸膛敞开，任胸中所有的能量去自由的发生，检验你有没有一点点控制的力量在里面。背部，
整个脊椎都要打直，腰椎也要挺立，不要塌下来。除此之外，其余的力量都要松掉。腹腔，检查你的腹腔有没有出力，把力量通通放下来。臀部，仅仅只是静静地承受着身体的重量，其他什么力量都不要。检查臀部与大腿交接处的关节有没有出力，把关节里面的力量都卸掉。讲到哪里松到哪里，大腿松下来，小腿一直松到脚掌。想象整只脚中间每一个关节都松开来，全部松开来，让充满在双脚里的所有能量自由自在地去流动。从头再放松一遍，讲到哪里松到哪里，但速度再快一点点。注意力放在整个头部，松掉，肩膀垮下来，两只手垂下来，并且每个关节全部松透。胸膛、腹腔、臀部、大腿、小腿、脚掌，最后想象全身上下，除了脊椎以外，每个关节通通松开来。为什么静坐前要做这样的放松呢？目的是在确定我们对于内在所有能量，也就是身中所有的大小感受，有没有一点点控制的力量，有没有一点点的打压，或是一点点的抵抗存在。身心保持自在安舒，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目的是准备等待身中不断涌现的大小能量，或是出现在身体各部位的大小感受，或是隐隐起伏于胸中的种种情绪，甚至包括脑袋中不断生生灭灭的无数念头。看看您是否真的能对他们不分别取舍，是否能与他们和平共处。这次的禅坐过程中，我将引导各位做一些简单的关照，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去感觉，去觉知身体感受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觉知内心情绪的真相，它们究竟是什么。这次的静坐，我们有一个主轴，那就是把身体想象犹如太虚空一般。为什么要想象成太虚呢？那并不是要你把自己想象成空洞无物，或者是无知无觉，
相反的，太虚空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他能包容着河汉星斗，包容着山河大地，包容着草木丛林，包容着风雨云雾。太虚空之所以伟大，并非无物，而是能够包容万物。在学习禅坐的时候，观想着自己的身体，就像个太虚空，包容着万物，为的是便于落实下面几个步骤。第一，是你要去学习如太虚一般，毫无抵抗的去包容身中不断升起灭去的任何感受。第二，是去检验当你有浮躁的情绪发生时，是否在胸膛两乳的正中，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心，老祖宗所说的黄庭的位置，刚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气血在涌动着，或是在盘踞着。第三，也是禅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训练你直接面对内心那个情绪体，也就是黄庭中那一股涌动的能量。看清原来那个涌动的真相，就像水一样，像云一样，那个翻涌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物理现象，可以没有任何好坏的意义。原来你可以看着这股能量自来自去，而不攀附任何好恶分别，觉知到内心自在涌动的这个真相，你便可以解脱所有情绪的枷锁，重获自在清明的心灵。以上几点，便是您在每一次静坐时所要专注的主轴所在。在进行以上几点的观察时，想象自己的身体像太虚空一般，而那些生生灭灭的感受，就像太虚里一阵阵或大或小的风。太虚不挂碍这些小小的风，也永远不与哪一阵风有所抵抗。你要学习像太虚对身中的各种感受以及心中的任何涌动，都保持不好恶、不分别、不贪爱、不评判、也不改造的态度。这个就是平等心的当下，也是《金刚经》所谓正等正觉的当下，《心经》所谓观自在，指的是观照身心中各种感受、各种能量的自不自在，而不是你的喜不喜欢或你的自不自在。
例如此刻你的腰部有点酸，脚有点麻，心里有点浮躁。对于太虚而言，那只不过是一阵阵不同形态的风在飘荡而已。有些是紧紧的风，或者是麻麻的风，或是酸酸的风，或是起伏涌动的风。你要效法太虚，包容着所有能量的存在，学习太虚不干涉所有能量的自在，并且不攀附任何好恶分别的自见。现在我们再把身体从头到脚放松一遍，先把头顶轻轻地往上顶一点点，整根脊椎拉直，然后跟着我的指引，讲到哪里松到哪里，注意力放在整个头部，松掉，肩膀垮下来，两只手垂下来，每个关节记得都松开，胸膛、腹腔、臀部、大腿、小腿、脚掌，全身的关节都松开来，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今日您在这静坐观心，到底要观察什么呢？想想看，人们所谓情绪激动时，胸中必有一股能量同时在涌动着，对不对呢？一个人只要胸中气血平稳，便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任何事情。但只要胸中的气血一涌动起来，人们便容易陷入无法自拔的情绪之中。即使是平常非常理智的人，也难免如此。想想看，这是不是一般人的生命模式呢？由此可知，真正使人们感到欲清净不能清净的主角，是胸中那一股激荡不已的情绪，而非外在的人事。说得再白话一点，就是胸中那一股涌动的能量，才是人们烦恼的主角。我们再把身体从头到脚放松一遍，跟着我的指引，讲到哪里，放松到哪里。注意力放在整个头部，松下来。肩膀，两只手，胸膛，腹腔，臀部，大腿，小腿，脚掌，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然而想要解脱情绪上的烦恼，
指的并不是要把胸中那些涌动不已的气血给扫平，更不是要你对着那些涌动咬牙忍耐。而是要把你对胸中气血涌动的对抗、害怕、忍耐的力量全部放下来。你所要练习的是全然的接受内心各种形式的能量涌动。你所要学习的是任它自在的来去，只是看着它本无意义的物理真相。如此就可以在情绪涌动的当下检验到深度的安宁。把注意力移到您的脚上来，观察此刻您的双脚里面正充满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人说我的脚掌好麻，那么就观察那个麻自不自在，而不是你的自不自在。有的人说我的小腿好酸，那么就请观察那个酸自不自在。有的人说我的膝盖很痛，那么就看着那个痛，看那个最痛的点有多深、有多热、有多么的激昂，看它痛得如此的畅快，只是看着它的真相。膝盖的酸就由膝盖去承受吧，你的好恶不要介入于其间。那就好像直接跳到水里面与水共舞一般，静静地享受所有感受的发生，而不去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试试看是否能够像太虚一样对他们毫无畏惧，只是放任他的自在。他们的真相就只是一种能量的流畅，就只是一股气机的生灭起伏，其他什么意义都不存在。仔细地关照着所有感受的真相，就只是这么单纯。它既不代表烦躁，也不代表焦虑，它就只是一股能量。我们再把身体从头到脚放松一遍，注意力放在整个头部，松掉肩膀，两只手垂下来，胸膛、腹腔、臀部、大腿、小腿、脚掌，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与身中各种感受去和平相处。现在把注意力回到胸膛的正中央来做观察，这个地方一般人称它为内心。中华老祖宗叫它黄庭，佛家说直指人心，以
也正是告诉我们要直指这个位置来做观照的。这里是人们所有情绪的家，是浮躁不安的家，是七情六欲的家，但也正是您梦寐以求的安宁与自在解脱的家。虽然这一方寸的涌动直接代表着人们的好恶情绪，然而别忘了，您依然可以如太虚一般与他和平共处，对他不取不舍，只是敞开胸怀，看着那一些能量尽情的去发生，而不让他有机会攀附一丁点好恶分别的之见。观察内心能量在动荡纠结的当下，有没有一点烦躁的意义攀附在上面？看清那能量的真相本无意义，只是让它自由的存在，如同太虚包含各种风一样，以这大无畏的心，不必处理，不必安慰，不必平抚，不必消灭，不必转移，不必忍耐，更不必如临大敌。太虚面对各种的风，不论大风小风，总是如王者一般泰然处之。你只是据实的关照着，包容着他而已。静坐到此刻，你的感受正在不断的累积。假如您已经开始妄想，那么就去觉知你的脑袋正处于妄想纷纷的情况下。假如您感到昏沉，请不要为你的昏沉感到懊恼，该大方地去觉知那个昏沉，用你自在的心灵在躯壳里松松地觉知着一切的感受，包含这个昏沉。你更不必为了不断来袭的情绪感到困扰，来了什么情绪就关照什么情绪。你要检验你在该情绪下还有没有关照契机实相的定力。静坐到这里，如果你还可以继续坐着的话，以下的时间又仅仅只是效法太虚包容万物一般，去包容身心中所有的感受，而静静地坐着。如果您决定要结束此次的静坐，在起身前，请先张开您的眼睛，缓缓地活动你的肢体，直到身中气血恢复平常，才慢慢起身。起身后，请在禅房里面来回走百步，让肢体关节各方面都活络起来，
后才回到日常作息。